说呀？行了，能耐。哎，我说这小子泡妞复习下血本，这个车租来估计得顶我半个月工资啊。丁哥，不行，你不让丁哥这头赢了，赢不上。妍妍，哎，现在有吗？没有啊，你插好了吗？后面？不可能啊。是不是遥控器没有装电池？哎呀，艾米，艾米，哎呀，艾米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那发愣？对不起，对不起，建哥，过来一下吧。来了，来了。喂，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啊。哎，还不承认。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你干嘛结巴呀？我哪里有结巴了？我一大早过来就看你不对劲，干什么都神不守舍的。你看你两片脸蛋红扑扑的，一定是在谈恋爱。看看人家性感是若隐若现，再看看你，简直就是肉隐肉现。这个不会聊天，我这可是在乎。哎，不跟你说好，人家要上台了，真讨厌。哎，不过这么长时间有点快了。建哥，建哥，这个东西敢拿啊？走走走。不要急。哎，我有困难，有开什么事可以帮忙吗？哦，真的。各位青春无敌的美少女们，大家好。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捧花。捧花啊。因为我的体型可能比较胖，但是我用过我们的庞氏产品以后，我貌美如花，所以我叫捧花。啊。啊，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这俗话说得好啊，一白遮三丑。我们每一个女孩呢，都梦想成为像童话里边的白雪公主一样，拥有水嫩的肌肤，白艳动人。当然了，我们都想拒绝黄脸婆跟灰姑娘，对不对呀？嗯，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在我们的庞氏的广大用户当中呢，邀请到了几对非常亲密的闺蜜，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试用新产品，体验新感受。当然了，我们今天也会为在场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量身定制属于你们的美白肌肤档案，让你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每一天都在蜕变的自己。当然，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感谢今天正式成立的预购梦想咖啡吧对我们的产品青睐有加，让我们的庞氏闺蜜日呢也在这里隆重的举行了。这里有咖啡，有甜点，有绽放的心情，更有美丽的梦想，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心得，把咱们的爱跟我们的心情全部都注入到这个美丽当中来。那废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今天的青春无敌美少女们，哪一个美少女愿意上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美丽心得？哇，这么多人，我选谁比较好？那就你吧。行，请你离我最近。我想问一下你哈，对我们的庞氏产品使用以后啊，有什么心得呢？我感觉洗完之后脸特别的滑啊，特别的白。然后呢？特别喜欢这个产品。阿姨，哎呀，妍妍啊，
阿姨，实在不好意思，你看我这忙了都没看见您。你今天真漂亮，富贵逼人呐、啊。是吗？嗯，还说呢，我真要生你的气啊。说，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去看我呀？拜拜。阿姨，我以为你不喜欢我，所以就没敢去看您。谁说的？阿姨挺喜欢你的，你看你贴心、能干又漂亮，阿姨怎么会不喜欢你呢？跟我说，谁造的谣？我打他去。阿姨，你能这么说，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是谁搞的破坏也就不重要了。哎呀，看你就是这么善良，任谁看了都喜欢，都心疼啊。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记得啊，放假找我喝茶聊天。好好好的，阿姨，那我先去忙了。去吧去吧。好。嗯。小苏啊，孙哥，今天怎么跟陈岩一起来的？来。刚才你那车可真不错，哪儿来的？啊，不会是彩票中奖买的吧？没有，我那车是问朋友借的。哦，陈岩呢？我是在半路上碰见他了，他挺着急的，我就捎他一段了。对不起，我没空，我跟人有约了。苏子君，啊，爷爷，爷爷，爷爷，开车。没关系，你晚上回去呢，跟他好好聊聊。要不要我陪你？没事儿，反正是我们两个闺蜜的事儿，自己解决就可以了。我正好有些事情要跟沈欣说一下，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啊。他现在应该很需要别人安慰跟鼓励他吧。够了！我招谁我惹谁了？我好好的工作，认真的生活，是他主动追求我的。
还是山伯的话说的一套一套的，到头来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没想过要别的，我就想要一段踏踏实实的感情，你就那么难呢？